Take Off 贪食蛇大作战改变了传统贪食蛇的玩法，玩家要从一只小小蛇开始，努力吞食周围的豆子，让身躯成长茁壮，同时也会有其他玩家的蛇一同争抢食物，要是不小心撞上，可是会变成别人的晚餐哦。相反的，我们也可以陷害他们撞上自己，借此饱餐一顿。除了运用身躯设下陷阱包围对方之外，还可以利用加速杀他个措手不及。而除了无尽和现实两种模式之外，还有多种造型让玩家来收集哦。